嗱，咁咧就 A、B、C、D 啦。咁咧我哋数嘅时候咧，嗱，OK，佢第一个考法一定系咁样嘅。你有冇留意到咧？14、14、15、15啊。OK，你第一步咧，其实系要判断下呢一嚿嘢个最大次方系啲乜嘢嚟嘅。OK，咁我哋话数嘅时候系点样数噶？由右至左，由0次开始数噶嘛。咁所以啦，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咁所以咧就会系2嘅14次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点解会数到15啊？如果你由右至左由一次开始数起嘅话咧，咁你就会有15噶啦。咁但系我哋系得14嘅啫，咁所以咧 C 同 D 都错啦。OK，咁然之后啦，你见到剩翻嘅 A 同 B 咧，再讲多次啊，记住 MC 一定要望答案，唔好就咁一嚟就盲中中走去做先。A 同 B 咧，你見到個分別喺邊咧？就係、是、你見到個尾數係唔同噶嘛，係咪先？七同十四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啦，你可以點樣去到做咧？就係七同十四點樣嚟嘅咧？2嘅6次應該呢個位啦，係咪先？咁七同十四咧就即係講呢個位點樣嚟噶啦？咁呢個位咧，你哋會有一乘翻二嘅二次，再加一乘以二嘅一次，再加翻一乘以二嘅零次，咁你會感到係七嚟嘅。咁所以就係 A 啦。點解可以睇到嘅咧？右至左。由零次开始数啊嘛，咁所以你会有零二嘅零次、二嘅一次、二嘅二次咯，咁所以就系七嚟噶啦。好嗱，如果 OK 嘅话咧，同我试下做下下面嗰两题啊，系咯。咁又啦，当做咗噶啦，23页中间嗰题先，我哋睇一睇。咁好啦，你见到 A、B、C、D 啦，我哋又系咧，你见到最大个次方又唔同啊，13、13、13、14、13、14，OK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又一齐数下咯。零次、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、十次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咁所以咧應該係得13次嘅啫，咁所以咧就會係 B 同 D 嘅啦。咁最尾啦，你又見到有個五同十喺度嘅，OK，咁所以五同十應該嚟自邊一度嘅咧？應該嚟自呢一個位啦，101。咁所以你會有二嘅二次加二嘅零次啦，咁即係5嚟嘅，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A 嚟噶啦。好啦，到最尾咯，嗱，咁我哋又一齐数下啦，最大嗰个次方啊嘛，咁你见到咧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咁即系咧，其实得2嘅13次嘅啫，咁所以咧冇14啦，咁跟住啦就会到一，你会见到2嘅10次啊嘛，系咪先？咁2嘅10次应该嚟自边一度嘅咧？睇一睇先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呢个位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嗰個嘅137同273應該嚟自呢一度嘅。OK，咁你可以呢、這個如果係十次嘅話，咁即係987啦。咁所以你會有2嘅7次，再加零2嘅3次，再加2嘅0次啦。咁就會係137嚟嘅，就係咁啦。咁所以答案咧會係 A 嚟嘅。OK。嗱，咁 concept 上就係咁嘅啫。咁有冇啲快少少嘅做法咧？嗱，第一樣嘢。啊，有冇發現咧？我哋話數嗰個次方咧，好似數親咧，都係細啲嗰個，即係14啦，細啲有15啊嘛，係咪先？跟住呢度啦，13、14，我哋又係揀13嘅。跟住咧，13、14又係揀13嘅。OK，咁點解會揀細啲咧？嗱，你諗下出題嗰個人諗啲乜嘢？佢就係諗啦，啊，如果唔識，即係如果呢課讀得唔好嘅同學，咁你一定由2嘅1次開始數啦，係咪先？咁你由一次開始數嘅話，咁你好自然就圈到大啲嗰個嘅。就係咁啦，咁所以咧識嘢嗰啲人，即係例如你咯，OK，咁你就識由0次開始數啦。咁所以咧，多數嚟講，即係我如果冇記錯，90幾嘅題目咧，你揀個細啲次方嗰個都啱嘅。OK，就係咁啦。咁嗱，又係嗰句啦，你可唔可以就咁篤入去部機，跟住叫佢幫你計咧？我哋揾一個試下啦。OK，嗱呢個啦，例如呢個 binary mode 啦，二次二進制。咁我哋打一一。跟住有5個0嘅，跟住11、3個0、3個1，咁一撳 math error 嘅，點解會 math error 嘅咧？我哋話因為個 digit 太多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但 digit 太多咧，我哋就唔可以成條過啦。OK 啦，唔可以成條過，但係我哋可以點樣去到做一啲嘅分辨咧？OK，嗱就咁嘅，你見唔見到咧？我專登框起咗最尾呢啲位啊，最尾呢啲位。即係我哋要睇個 choice 嘅分別嗰個位啊，OK？
嗱，其實我哋咧，你諗真啲，好似剩翻嘅 A 同 B 咧，我都唔係好細知前面有啲咩分，有啲咩事嘅，因為前面都一樣嘅，係咪先？MC 嚟噶嘛？咁嗱，我真正要 care 嘅，究竟最尾呢個數係啲乜嘢嚟嘅咧？咁我哋唔可以成條篤啫，但係我哋可以篤啲三個位噶嘛，係咪先？佢冇變噶，佢都係2嘅0次、2嘅1次、2嘅2次啫嘛。咁所以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咁樣諗就係、是，我哋就咁打最尾嗰3個位，即係講緊咧有分別嗰個位，或者咁講就係、是、個 choice 裡面有分別嗰個位。咁你咁樣打之後咧，你轉翻做decimal，咁你就見到係7嚟噶啦，咁你就好自然圈到係7嚟噶啦。OK，下面都今次係入翻 binary 先啦，跟住我哋打101，OK，跟住轉做 decimal，咁你見到係5嚟嘅，咁所以咪圈到係 A 咯。下面都咁呢個多少少都唔緊要㗎，因為我哋話最多可以入9個位噶嘛，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打100001001，OK，打入去轉做 decimal，咁你見到137嘅，咁所以咧就會圈到係 A 㗎啦，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咧做嘅時候兩步啦，我會建議第一步。認到一個最大次方係啲乜嘢？我建議數唔好搏，真係唔好搏。即係如果你記得係由0次開始數嘅話咧，你咪真係數一次咯，最多咪嘥你10秒，係咪先？都冇時間。咁跟住咧呢、這個位咧，你就可以憑 Cal 機去到做咗佢，咁你就圈到噶啦。咁都唔需要太多嘅運算嘅，其實。